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磕 CP 是很多追剧小伙伴都会做的事情，因为一部剧的角色很讨喜，加上男女主演的爱情很圈粉，所以大家都会忍不住想要让他们在一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赵丽颖跟王一博这对不是什么情侣 CP， 但是却因为有匪让人觉得是一对很好磕的姐弟。有匪呢，算是2021年开年的大作了，即便有很多人对这部剧的质量抱着质疑，但是对于王一博和赵丽颖呢，不是很认可。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，这部剧确实也是热度爆棚，两位主演的表现也不算差，王一博的实力也很强大，赵丽颖也是一样的。剧中的周斐跟谢允也深得观众朋友的喜欢，很多人都是从第一集追到了最后一集。在大家期待和期许当中，有匪也终于走向了大结局，赵丽颖跟王一博两个人的合作也告一段落了。不过这一对王炸姐弟还是一直被期待的，网上还一直传闻他们即将第二次合作，只是没有任何的官宣，大家也只是当作在吃瓜了。却不曾想有匪收官之后，赵丽颖王一博同台领奖，这画面也太好磕了。星光之夜的晚会之上呢，赵丽颖跟王一博出现了，这是这么多的盛典的活动以来呢，他们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，2020年的年底到现在，其实盛典活动非常多，可是这两位出现的概率却非常的低，特别是赵丽颖完全看不到人影。这次亮相大家也十分的惊喜，看着自己喜欢的两位演员一起出现在舞台上领奖，其实对粉丝而言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且不说他们能够拿奖都是实至名归，就说他们是可以成为同台同框，也会勾起了不少粉丝的回忆。有匪之后，这对姐弟呢也几乎都很少有机会这样站在一起。两人虽然相差10岁，但是赵丽颖跟王一博看着就是跟同龄人差不多的，加上相处愉快，所以粉丝跟粉丝之间也都非常和谐，不会跟别的剧组一样，主演才刚刚合作完毕，粉丝之间就开始互相撕了，伤了和气。虽然在舞台上领奖的两位都没有对话，但是不得不说的是，光看画面都觉得很有味道。我们也知道赵丽颖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了孩子，所以呢，其实在剧外一直都在刻意的避嫌，就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王一博跟赵丽颖两人合作了有匪之后，私下的关系也不错，但是在台上呢还是会保持距离的。但很多人还是被这对王炸姐弟的很多神同步的举动给圈粉了，比如说看到远处有动静都是朝着一个方向，一起给颁奖嘉宾道谢等等，大部分的动作都很雷同，作为粉丝看到之后呢也会觉得很甜很温馨。其实很少看到演员们在台上互动，有的粉丝也会因为离开了角色而不希望被联系在一起，但是王一博跟赵丽颖真的不同，这对姐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姐弟，即便做不成 CP 却一样深得大家喜欢。还有最后王一博的绅士手也让不少的迷妹心动，即便不是 CP 只是大家心中的姐弟，但是看着他们一举一动都有点相似的画面，不少的粉丝都说哎，这也太好磕了吧。本来追有匪的时候就觉得不过瘾，这同台领奖画面呢也有点甜，果然姐弟 CP 的糖啊就是不一样。吃瓜不停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，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